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e、森。哎，其实我现在这个脸呢，我是强颜欢笑啊，我根本我就笑不出来了。我是在我们做新闻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无意中，这个普丽拉她就发现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什么呢？这个网站的名字叫神上帝的酷儿，Queer of God。嗯、啊，那如果要是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呢？ 大概对酷儿有一个印象哈，酷儿是啥了？呃，我其实不知道，我只知道是 LGBTQ 的一个其中一个成分。酷儿呢，在我看完了资料之后的理解就是说，它基本上是 LGBTQ 人群的一个统称了。嗯、就是如果你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什么无性恋等等，就这些人全都算是酷儿。那接着往下看，说他们这个网站呢有个声明嘛。 或者是一个主旨啊，是地表上走在最前端的基督徒。啊、现在我们一点也不难发现，说 LGBTQ 真的是变成一个流行的浪潮哈，就是在年轻人的这个社群里面。对，所以基督徒也跑去赶流行。 所以他们才会说自己是地表上走在最前端的基督徒，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酷的，他们觉得这个是呃潮流的，然后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保守，太保守，然后都是落后的，都是不进步的。然后呢，只有变成那个样子的，才是真正进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说他们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网站，哈。 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 podcast，他们一般都是有两个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在讨论某一个事件。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他们自己写的是说是一个给华语同志基督徒的线上团契，这个其实是让我最担心的一点。我们节目也做过很多，就是你说像这种 LGBTQ 的人现在越来越多、嗯、，LGBTQ 的基督徒也很多，嗯、但是都是老外。 和路德的教会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他们会变成那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说，哦，Why？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结果，他们这个组织是专门给讲华语的人的，也就是说，Yeah，中文的基督徒圈子里面也已经开始被蚕食。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发展速度之快的一个东西。Yeah，其实因为我们最主要 focus 都在美国新闻，对，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外国的新闻，然后外国的教会怎么样子。 但是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一个以中文为主的 LGBTQ 的基督徒的方向，因为说真的，基督徒还是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团体。是，那基督徒的教义啊，各方面其实是比较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样子的东西的。因为圣经里面明明有讲，就是不要做那种事嘛。对，华人本身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嗯，然后。 华人的基督徒应该是更保守才对，所以说应该不会有这个样子的东西出现。结果这个网站出来，Yeah 呀，yeah, 所以就是整件事其实最让我 shock 的就是它是中文。对，它如果要是英文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呀，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是就从头到尾全都是中文，那我们就来看看说网站上的内容都是什么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大家看到现在屏幕上的这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每次伊、e、森一看都要捂眼睛的一张照片。对，我觉得太恶心了。图片其实下面配的就是一个节目了，他们这个节目这一集专门就是讲这个话题哈。那这个 title 叫什么呢？叫 BDSM 承受鞭打，承担众人重罪，顺服上帝旨意致死的基督啊！SM 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吗？ 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节路的他们这个节目的其中一部分的一段音频。对，然后就会想到啊，什么被就是被绑啊，或是……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般人都只会有，就是可能会有 SM 这个概念啊，这样子。但是好像可能就不会对 BJC 有比较完完整的了解这样。哎哎，可是我很好奇哎。 基督徒对于 BDSM 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很淫乱啊！<laughs> 他们他们就是觉得什么都很淫乱啊！基督徒应该什么都很淫乱吧？<laughs> 对啊，他们什麼東西他们的淫乱没有在分啊，就是都很淫乱的、啊。只要不是一夫一妻都淫乱嘛？<laughs> okay,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淫乱，他们可能觉得 BDSM 听起来就更淫乱嘛？就是就是一个淫乱中淫乱的感觉。 哎、欸，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圣经中有一说，有一座城叫做摩什么啊索？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国王都在玩 b d s n 所以都被所以最后被上帝灭掉了。<laughs> 哇，原来是这样，<laughs> 连小八都知道。哎、欸，小八是基督徒吗？不是，我是佛教徒。有 <laughs> 连你都知道这种有趣的事情哦、喔。因为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还蛮有名的、啊。也我觉得。 啊、呃，太夸张了吧！对，而且他们是有很多，就是他们所谓经文的依据哈。说保罗哈、啊，保罗在这里说说他们是基督的佣人吗？我（括号保罗啊）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忍受更多劳苦，做过更多次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常常冒死。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遭海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挣扎，又饥又饿，忍饥耐寒，赤身露体。不是，这人家这这保罗明明就是在传道的时候，对啊，受难时候遭逼迫，然后受了这么多痛苦，都是为了传扬神的真理。然后到他们这儿了，嗯、就是在床上玩了点什么。 特殊的性癖好也变成了跟保罗一样的传扬真理。呀，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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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他们更像耶稣的方法吧？对。<是>然后到最后呢，他们还引用了马太福音哈二十四章十三节这个经文说：“但坚韧到底的终必得救。”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一切都像一个超大笑话，像 w《w 布 B》。Yeah，就是觉得说你看的圣经是跟我看同一本嘛，然后会觉得就是他们可以一本正经的在这个地方。 讲这个样子的谎言，嗯，然后把这个样子的东西讲出来，然后完全不害羞，然后那几个人还这边嘻嘻哈哈的这边弄，你这是多么亵渎圣经的，多么亵渎神的话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然后你还要发给所有的人看，如果你说什么三五个好友那边。 讲笑话，哈哈哈哈哈！不是，那也不太应该吧？我觉得这种对话就不太应该是一个生命重新得救，然后你要向着神道路去走的人讲出来的话了。呀，yeah, 而且你你很明显可以感觉到这群人一点都不尊重神，然后一点都不相信耶稣。对他们来讲，耶稣就是跟他们一样的性变态。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这个经文，是很能够鼓励人的一个经文。你想。 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哎，<Yeah. S 1> 就是你不管在传道的过程中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忍受多少苦难，你坚忍到底终必得救。但他们讲的这个坚忍到底是什么？是在床上的时候你坚忍到被鞭子打，然后你坚忍到底，你就一定会得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只是这个哈，再来给大家举他们另外一期的一个节目的例子哈。这个节目的 title 叫《直路易路不见得是酷儿基督徒的正路》啊。 他们用的这个经文呢？你看每一期他们都还有个主题经文，这个主题经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诗篇二十三是啥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那他这个本集内容呢？他们自己写的啊，那个网站上面写说本集内容分析了大卫的诗诗篇二十三的处境化读经，对于同志 LGBTQ 基督徒而言，被决定的直路、义路，反同基督徒形成的死因、幽谷，以及杖与杆的鞭打。 都会使得这首诗以及其代表的耶和华牧者形象成为基督右派压迫形象的具体再现。得，我跟你讲，就这么一小段话哈，骂了多少人？我们是给他们形成了这种，呃，死因幽谷哈、啊。然后他们那个杖与肝的鞭打是什么意思？我们用杖跟肝鞭打他们啊。然后他们什么直路易路？ 是被决定的，然后基督徒右派又开始压迫了。嗯、啊，我们就来听听说他这个音频里面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对这个诗篇二三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所以这样就想象到，好像那边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羊群跟不同不同的牧者，那所以我们要认得我们的牧者是谁，要跟随他，所以走义的路就是走跟随对的牧者，走对的道路，这样子意思吗？ 现在犹太人的其中一个版本的圣经啊 j p s 的圣经，它终于翻译成这个耶。他领导我啊，走在那一条直的道路上，不是对的道路，straight path，straight straight path，指的是这个不会这个走偏呐吼，嗯、<laughs> 一直是这样。然后 for his name's sake，讲到 straight 我就想 <laughs>，straight 在顾 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对啊，所以这个就很恐怖哎、欸，库我读这诗篇的上面是不是很恐怖？就这个异路啊，这条路到底是谁决定的？是他主的？对啊，<laughs> 我就觉得很恐怖。呃 y e 呃，I think going straight is a，我我觉得圣经对于 straight 还有正义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弯的就是弯的。我们之前在那个节目里也讲过好多次。 弯曲扭曲的就是 a v a n 希伯来文的 a v a n 就是弯曲扭曲，就是你把弯曲的道路当成是新的正直的时候，这就,就是 a v a n 那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呀。Yeah, 你看看到这种东西，真的是会很生气。这个样子的扭曲圣经的这样，而且你不尊重神，你也不尊重圣经，你也不尊重神透过这一本书。 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价值观，a 呀，yeah, 而且你你你说真的，四四篇二三篇这么漂亮的一个，对，然后他们可以把它弄得跟他们的性生活搞在一起，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you？Seriously，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you？刚才看过听了一小部分他们这两个节目哈，我跟你讲，他们夸张的节目有很多。那我们下面就再来给大家又分享一小段哈，这段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如果要说。 曲解圣经或者怎么怎么样，OK，你这是你个人的理解对吧？你曲解圣经这个罪在你身上。嗯、下面一个他们是干嘛？他们是呼吁人去切除自己器官呢？他们是损害到别人的健康哎。你知道在下一个节目他们说什么？性别重置手术是新的生命的开始，而伤痕是见证。那他们拿这种重置手术跟什么来相比呢？跟耶稣的钉痕来相比。 他们在下面怎么说？说复活的耶稣向他的门徒们展示伤痕，这完美的人与身体使人吃惊。经历手术的跨性别朋友们身上的伤痕也是相同，诉说着力量强大的生命故事。听音频，所以全球 a n 的朋友们的身体在经历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嘿，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 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量的身体的记号，跟耶稣就跟复活的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这样复活的身体，它是有力量的，它也可以是完美的，可是它也是有伤痕的。所以这些伤痕没办法否定一个有生命力量的身体。如果教会认为经历完手术的， 这些身体不是完美的身体的话，不是上帝所创造那美好的身体的话，就应该读读这段圣经，这样。<laughs> 所以不是耶稣完美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就是有钉痕、有伤口的，就像全身的朋友们的身体一样。呃，神创造我们都是完美的，<Yeah. S 2>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都是完美的。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还去鼓励别人去破坏你原本好的器官你非得把自己变成残疾人？ 对你这个样子做，然后说你的伤痕是跟耶稣一样，耶稣没有去做这种事情哦，不是耶稣，人家那个伤痕是给了我们所有人永恒生命的一条道路。然后你只是为了一个想法，然后去去破坏自己的性器官，然后呢还鼓励大家，然后还跟还跟大家说这个是跟耶稣一样的，This is so sickening，这个好恶心，好无耻，我我真的是不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去看圣经的？因为他这些节目呢，其实都是给团契用的小组。团契，哎，对，所以呢，他们每一次呢，这个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奖章啊，之后还会有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哈。那这一期节目的思考讨论问题就是说，说对有些跨性别朋友来说，性别重置手术代表的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和重生。你身边有哪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呢？ 哎呀妈！分享见证了，我有听过一些东西，就是很开心的做完变性手术，然后发现他们还是没办法开心，因为你自己就是个男的，然后呢，你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切掉了之后，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女的，然后呢，你希望别人也把你当成一个女的，但是你脑子里还有心态各方面还是都是男的，你自己到最后都没办法接受自己，然后就自杀了。变性人的自杀比例在变性前跟变性后。 其实是差不多的。你心理有问题的话，你就是会去自杀，不管你现在长什么样子。所以说，你要治治疗的是心理的疾病，而不是要去破坏你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让你自己以为你这样子会得到释放或者解脱，但其实根本就不是。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就这种心理问题，你就得从心理的方面去治疗嘛。你不能说我心理有问题。 然后我就下个决定说啊，我要切除我某一部分器官，然后把自己好好的身体，然后功能都健全的身体，你把自己变成一个残疾人。但其实你这样做完了之后，你的心理问题还是存在啊，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满足，还是被那些东西困扰着。变性也不是解决任何东西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身体，你如果说什么练壮啊，或者是减肥啊，各方面，我觉得是好的，这不是破坏你的良好的器官。 但是原本好好的器官切掉，只因为你的脑子有问题，这个样子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然后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最恶心的就是这一群人还是基督徒，然后他们还在小组分享这些东西，然后呼吁别人说这个样子做是好的，伤害你自己，破坏你自己身体器官是好的，这是非常非常不要脸的一个行为，这是 so sick。 如果你要是要呼吁别人去切除器官，你自己先切，<Yeah. S 1> 好不好？你们所有小组成员，你们变性人，你们先自己去切除器官，你们不要在这里呼吁其他任何人去破坏自己的身体。Why？为什么？没有人会对这个东西负责啊！他们说，哎，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这个人自己想来想，就是嗯，他们说的对，我要去切，切完了人家后悔怎么办？你给人家接回去吗？人家一辈子呀，残废呀，嗯，你要去呼吁这种东西、嗯、啊？那这个网站上还有一些很多。 其他的问题，他们节目大概有做了一百多期了哈，很多一些其他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比如说从事性工作就是犯奸淫吗？这这是问这是问这不是问题吗？这还用问吗？欢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laughs>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问题吗？<laughs> 不是，就是用讨论吗？这是对对需要讨论吗？有必要讨论吗？<laughs> 那那他他们讨论结果是什么？ 呃，说实话，这个节目我没有办法听 <laughs> 听完哈，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大家如果要是有猎奇心态，你可以去把它听完，反正时间蛮长的。他们一般的节目好像都是三十四十五十一个多小时。他们既然能把这个问题带出来的话，那就是想说性工作就不是犯贱淫啊，<Yeah. S 1> 啊，所以他们才会去讨论这个东西啊，啊，那他们还有别的话题，比如说说什么使同志觉得在上帝面前自己不洁。 什么使同志觉得在上帝面前自己不洁？也就是说，他这个问题能够出来，就是说，的确是同志基督徒这个群体，在神的面前，你单独面对神或者祷告的时候，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哦。然后他们就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同志在上帝面前自己不洁呢？这个节目我有听了开头的一小段，啊，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库尔基督徒的处境。 就是常常在酷儿的那种处境当下，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认定酷儿是就是他们的生活或者是行为或者是就是同性恋之类的这些事情，可能是属于不洁净的，就是在某些人的眼里就是这样，他们会这样子为就是酷儿定罪。那是否酷儿基督徒？ 会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到自己是不洁净的处境，尤其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那库尔基督徒如何就是又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同时又要觉得自己好像是就是会有羞愧的感觉，但是其实上帝没有要，也许上帝没有那个意思，但是身边的人所造成的。你有没有听到他自己语气都是很虚的呀？哎呀。 就是他明明知道问题在哪，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问题在哪。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在上帝面前自己不洁？嗯，心里根本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呀，yeah, 而且说真的啊，圣经就是在告诉大家说你不洁净。对，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洁净，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人不不管是不是同志，读圣经的时候都应该要看到自己的错误，然后都要应该要知道自己说哦。 我不够好，我要更像耶稣，嗯、所以说我要改变我自己，让我自己变得更好，不是叫你去变性，OK？现在你的 h i so is s hard，t h i s is。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步，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洁净。那他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觉得说，同志应该要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是洁净的，对。但他们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 同志会觉得自己不洁净，因为社会、因为教会的压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其实啊，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啊。什么使同志觉得在上帝面前自己不洁净呢？你的圣灵会告诉你，放在你心板上那个律法会告诉你，还、啊、有你的良知、你的整个的基础理解都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y 呀，yeah, 整整本圣经都会告诉你，你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你越模糊这个事情，然后你越帮自己强词夺理的时候，你就会更觉得自己不洁净。<对>你只是在帮自己找理由而已。你在重新撰写圣经，嗯、你再重新编辑神的律法，这、就是在亵渎我们的神。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不牵扯到一些什么神学方面的事儿，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基本了。只要你是基督徒的话，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路上你随便拉个老太太，你就问问她，<laughs> 老太太都能给你讲明白哈。所以这个神学宝贝儿这个东西太基础，我们就不谈了哈。我们就来看看输出这么多离经叛道的这些人哈，然后这个网站的组织者，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是一群特别不懂事儿的小孩吗？就是我可能觉得说，嗯，我是有神论，然后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又觉得什么？他们是一群这样的人吗？ 其实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牧师，没有听错哦，是在牧会的牧师啊、哦，网站的创办者了。然后节目中每一集基本上都会出现的这个主持人呢，他叫陈查令，他是谁呢？他是芝加哥神学院的博士生，他也在芝加哥当牧师，他是芝加哥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来自台湾的库儿。 他拥有台南神学院的道学硕士，以及芝加哥神学院的神学硕士。他的研究专注于经文的诠释。这个牧师呢，他是去年的时候被按牧的哈。二零二一年他在按牧的时候，支持他的教会还有机构还不少呢。一个就是联合卫理公会，还有长老会，还有联合基督教会，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在服侍的他当牧师的这个教会啊。 我还蛮好奇的，长老会，长老会不是挺传统的吗？对，照道理讲，长老会是一个 sola r s c r i p t o r a 就是他只看圣经，然后不太讨提到圣灵什么之类的东西。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长老会如果说他们就是专门好好读圣经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偏差的。你想，如果你要是唯读圣经的话，<对>怎么会变成这样嘞？对，就等于说他们是用圣经来服从他自己的欲望，他看圣经是。 以他的欲望为主，然后来把圣经 apply 到他们的欲望上面。对，那还有啊，有一个人叫阮以杰，那他目前呢是在花莲的信义基督长老教会担任传道，这个是网站上给他写的哈，说他是传道。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他在去年他也被按牧了，啊、所以可能是网站上面的资料还没有更新，所以他其实现在应该是花莲信义基督长老教会的其中一个牧师吧。嗯 啊呀，uh, yeah, 可可能是这个样子哈。他们整个这个组织里面人还有很多，不光是说有牧师，还有很多的神学生。自我介绍里面写的都是什么呢？说啊，我是双性恋，第四代基督徒神学生。然后还有什么呢？毕业于台湾神学院神学系的酷儿，还有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服侍青少年和儿童的青年牧师，还有从二零一三年开始。 就在男同志 SPA 按摩业从业的性工作者你，你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吗？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为什么不直接一点说？就是他就是一个他从二零一三年开始他就下海了啊，然后当妓男对，好、啊，所以这个网站呢还有很多组织人，但是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类型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我们正在面对什么？面对一个基督教的价值观还有文化被大清洗的一个现状。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且这个清洗不光光是从外部来的。我们平时很担心，说我们的孩子美国长大，然后他们都被这些左派的东西去侵蚀，只要把孩子带到教会就好了。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这种年轻的新一代的牧者、传道，然后教会重要的同工、主日学老师、神学生。 全部，他们全部都在教会里面，而且他们就是，呃，这个教会下一代出生的太阳啊。所以，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光是要跟外面的世界做分别，我们还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界，在基督徒圈子里面，我们也要防范这种东西。呀，yeah, 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些人全部都是什么呃，青少年跟幼儿的这个青年牧师。 他们教的都是小孩，你就知道说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什么，他们想要夺取的是什么东西。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如果各位还没有看出来的话，左派已经侵蚀了我们的教会，而且正在毒害我们教会的下一代。不只是在美国，他们这些宗旨是在台湾的年轻人，讲中文的年轻人。我那天听到一个姐妹，她分享的非常重要。她说：“The society is the report card of the church。”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教会的成绩单。 那很明显就是我们的教会失败了。嗯，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各位观众也可以看到，帮助他们的组织、宣传他们这些 LGBTQ 的思想的组织，包括卫理公会、长老会、第一联合基督教会，他们这些基督教的组织在支持他们的事工，他们的教会支持他们撒旦的想法。嗯、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组织却非常的松散，每个教会都希望就是。 呃，自己的年轻人，自己教会的年轻人起来做一个事工，做做一个 online 的事工，做一个频道。但是教会的年轻人没有热情，没有使命感，很快就放弃这些东西了。他们这些牧者传道，全部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就是这些人传达这些扭曲的圣经价值，说我们的神不男不女，就说我们的神呃支持同婚，支持性泛滥，怂恿整个教会来支持这个样子的理念。教会会养他们。 他们的教会会有一群人来给他们牧养，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嗯，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一边拥有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我们这边说实话的确是很松散。对，我们没有努力的去回击这些要侵入到我们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嗯、我们的教会还是会继续按牧这样的人呢。对，我们的教会还是会继续让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哎，对，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末世先锋》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聚集了这三个年轻人在做这个样子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的事情。就算之后他们撤资了，我们也持续的这个施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命定，这个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服饰，这个是我们的大使命。但是做了一年多，没有很多教会支持我们。我们自己的教会有 Impact Harvest Church 跟 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有来支持我们，以及神奇传播。 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有来持续的给我们 funding，但是那真的是不够。跟那些同性恋的组织比起来，我们的资金每个月只有两千块美金。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委身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义工真的是不能长久的。义工也是要吃饭的，义工也是有家庭的。上帝都说做工的得工价，那么改变这个时代就要必须要从我们这样子的人开始。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基督教派来的。 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我们彼此同工，彼此服侍，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来做这个样子的事工，来把正确的价值观重新的带到这个社会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声音，但是我们的教会却很害怕传达正确的价值观，生怕伤害到教友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切心的祷告，却生怕敌人的眼光；我们读着圣经，却害怕别人不接受耶稣而扭曲耶稣的形象。 我们不敢分享 AI news，认为就是政治的频道；我们不敢辩论，认为就是开启纷争；我们不敢传达真理，因为爱可以包容一切。但是各位想想看，这是真理吗？这个是圣经的教诲吗？这是耶稣教我们做的事情吗？耶稣有叫我们软弱妥协，看着我们的世代毁灭吗？还是叫我们起来改变这个时代？AI news 起来了，我们不怕攻击，我们不怕辱骂。 Felicia 甚至不怕嫁不出去，但是我们需要各位教会的支持，我们需要各个组织的支持。一个月两百块钱，一个月五百块钱，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忙来维持这个事工。我们需要各位的推广，不只是看了之后，然后就是叹息，就是啊，这个社会怎么这个样子啊？或者是祷告，纯祷告。哎呀，万军之耶和华来翻转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的是各位实质的行动。我们的力量很薄弱。 我们要跟卫理工会、跟长老会这个样子的组织对抗，让他们悔改。我不是在说所有长老会都是这样，或所有卫理工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让这个样子的教会来悔改，让他们在真理上面跟我们合一，在圣经的教诲上面跟我们合一。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忙，我们需要各个组织的奉献，我们需要赢回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赢得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所以，请各位真的花点时间，而且。 告诉你认识的生意人，他们是基督徒的话，请他们；甚至不是基督徒，他们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们觉得这个实在实在是太奇怪的时候，请他们来帮助我们的事工。如果你的教会在社区宣教有负担的话，不知道从何开始的话。 你们可以把我们的事工当成是你们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让我们跟你们的教会一起为这个社区发声，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打赢这场仗，让我们有能力可以打赢前方的哥利亚，让我们可以跟以赛亚一样，面对巴黎的先知前面降下火柱。从来没想到敌人已经侵袭到基督教的内部，而且这些人全部都在带小孩，嗯，什么那个青少年呢、啊，儿童啊。 都是这些人在带，而且他们又是牧师，他们手下面有很多的童工，然后他们在牧会，他们会把这些人变成跟他们价值观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些人读了圣经读不懂，看了神的话语看不懂，他们不管是什么都能扯到性，不管是什么都觉得乱性是对的，不管什么你哪怕出去做鸡这都是好的。呀，yeah, 我觉得很失望，是面对这个样子的事情，反而没有任何基督徒在攻击他们。一天到晚就什么在在乎什么哦，伊森戴耳环，伊森留长发。 然后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在这儿讲出 LGBTQ 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不包容他们，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可以来教会，这样的人当然要来教会，而且他们非常需要神，他们非常需要来教会。但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是，整本圣经从来没说你要纵容罪，没有错，你们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你们不能扭曲神的真理，尤其你们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当然要知道，如果你们偏行己路的话。 你们还是会要受审判的这件事情，你们不要自己下地狱，还要带着一票人拉去当垫背。对，这个是最恶心的事情。你们不要告诉他们说，活着的时候你们要去切除你们的性器官，然后死了你们还要跟我们一起下地狱。No，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你们去变性的确不关我们事啊，你去切你器官干我们什么事？敢说一句实话，你就会招来一堆的攻击。我们为什么要说？因为这不是一件好事，这不是符合真理的事情。 这个是会让你下地狱的事情。律法存在的目的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神说他爱的他必管教啊？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什么事情能做是对的，什么事情不能做是错的。你会告诉小孩说，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跟大人在一起，一定要拉着手。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不要自己过马路。看到车子，你千万不要躺在车轮下面，不然你会死。有没有家长告诉你说，哎，你看那大车多好玩？ 他过来的时候，你也过去。你撞他，你比他厉害，你去吧。No，神当然会知道有人不喜欢听律法，然后也知道有的人不会完全的顺从律法，更会知道有的人会狡辩，就说哦不是啊，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啊。哪怕他明明心里就是知道，神当然知道，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因为怜悯是要向审判夸胜。 神做一切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你认为是束缚了你情欲的自由也好，告诉你不要随便去找一个男的，找一个女的，或者大家在一起什么群批这样都 no。真的律法才是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方式。<Yeah. S 2> 我们不能再让这些呃年轻的牧者，OK，我甚至觉得就是叫他们牧者我都觉得恶心。<Yeah. S 2> 神只给牧者一个。 任务就是喂养我们的羊，对，对你连这个都带不好，你让他们跌倒，你滥用神的名，然后让基督徒跌倒，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觉得犯罪是好的，然后你还帮他们找了一堆理由来推翻神的律法，来推翻教会的教诲，来推翻整本圣经。实际上面说，只有一个律法是他绝对不会原谅的，就是滥用神的名。 我们帮你祷告，让你有一天可以悔改，但是你不能带着一堆人下地狱。如果你不是主任牧师，请你把这个节目传给主任牧师看。如果你是主任牧师的话，然后再看我们节目的话，请你看一下你下面的教会的人在教导什么东西，请你看一下你的年轻的这个牧区他们在教导什么东西，他们有没有在传达这些价值观？他们有没有在吹捧罪的东西？因为你有义务要知道。 你有权柄，要知道神赐这个教会给你，你就要好好管理，你不能让里面的羊跌倒。不管他是什么第几代的基督徒，不管他是牧师的儿子，然后传传道的儿子，不管他跟你的关系有多好，你要知道他在教导教会的小朋友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教导的人，你不能把一个权柄给一个只是因为跟你关系好的人，然后让他。 来毁掉你的教会。当这个教会毁掉的时候，你有义务要说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有一天会有义务要跟神说，为什么你会把他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每个牧师，请你负起自己的责任。然后那样的牧师，请你马上认罪悔改。那几个我们讨论到的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恶心了，实在是太无耻了！你竟然这个样子侮辱我们的神，把我们的神变当成一个性变态，你重新依照你的形象造了一个神。嗯，请这些人呐、啊，马上悔改。所有的教会呢，我觉得就是在你们安排童工去服侍的时候，包括像什么青少年的侍工、儿童的侍工，然后你们新的接班的主任牧师，或者是你在给别人按摩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时候，先去考察这个人。 <Yeah. S 2> 他到底是在干嘛？如果他要是在支持什么堕胎、同性变性，然后他在支持，呃，那个所有这个左派的这种议程的人，no，不要去案例这样的人，不要给他这样一个抬头，让他去当牧师或者干嘛，先让他去悔改，<对>然后让他把那个自己的 focus 真的放在神的上面，让他真正的能够让神去炼净他，或许他的时间还没到。 但是不要让这样的人就去服侍，因为他这样会带着一堆人一起下地狱，这很糟糕。我们也不想讲得罪人的事情，谁愿意得罪人呢？没有人愿意得罪人。但是我们是因为神的律法，我们是因为神的公义，嗯，因为神爱人，我们也爱人。所以这些话好像听起来刺耳，但是不得不说，嗯、警醒悔改，免得自己下到地狱里面。请大家支持我们的事工，嗯，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网军来攻击我们，我们不怕这些人，我们不怕啊、呃，这些人用着教会的什么呃，的 title 他是牧师诶、欸，他是博士诶、欸，他是什么东西？他是神学的什么什么硕士博士？我们不怕这些人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要站在真理的这一边，嗯，然后我们的新闻还有我们的传达的东西。 我们是要符合圣经的，符合世界的，所以说，请各位支持我们，捐款给我们，还有各方面的，让我们可以持续这个维持这个事工，让我们的事工可以更壮大。我们保守派，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我们需要一个发声筒，我们需要可以说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的对手刚刚说过了吗？ 是这么大的宗派，当然不是说这些宗派都是坏人，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这已经不是外部的侵略了，这是我们内部的腐烂，我们必须要剔除这些东西，请你当我们的。 Backbone，请你来支持我们的施工，嗯、请你来捐钱给我们的施工，让我们可以继续，让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继续往前冲。继续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要形成一个联盟，我们要守住圣经的底线。这些人在侮辱神，这些人在亵渎神，这些人在 twisting 神的真理，这种事情我们能容忍吗？我们不能容忍。但是我们目的不是攻击他们，我们是要让他们悔改，我们是要让他们看见真理，我们是要让他们明白真理，清楚真理。 让他们以及他们带的教会不要下到地狱里面去。希望大家呢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哈，我们呃可以通过金钱的方式，你也可以通过转发我们的视频，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事工，还有在下面留言的方式一起来支持我们。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基督徒还说哦、啊，我们呃不讲政治啊、呃，这两个年轻人好像看起来挺好，但是讲这个东西我我不认同，我不接受。你再继续把我们的影片发给他们，然后你要。 真的像传福音一样的去给他们讲，去给他们介绍，这样的话我们的队伍才能够越来越壮大。因为现在到了幕后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吊儿郎当的去玩了。现在就是一个紧急集合令来集合我们军队的时候，嗯、他们已经来了呀，我们还能这么松散的在这里待着吗？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森，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